那就要沟同意。对啊。然后如果不同意，对，就是不要给他身份的请事情务事情务委员沟同意，那反之就是也不同意。我建议好不好？我把如果沟同意的话，同意后面再加几个字，同意等这个处理，哦，就是您，就是你们的处理嘛，哦，不拘留。我是同意，不是这个，我是同意你们您的。那就后面加几个字，就是同意，你份意见这样。对啊，同意你份意见，不拘留。同意你搬一件，同意你搬一件，没有写，不用写了，都不用，对啊，你同意的，对啊，就是不具有区隔，对不对？对啊，好，不要对啊，我以后还是要尽量避免这种写法，对啊，不是写的，没有写的，35。好，总共有我们有委员17位啊，因为刚刚少了一位，17位委员，16位同意，1位不同意，所以我们本案决议同意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纪念建筑。好，谢谢，下一案。墙面的墙，对，六户垄三墙，好，那个墙呢，再修一下，谢谢，好，谢谢，好，进行下一案。第二下一案有市林地图的里内，由聚落日式时期防空壕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址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情形。本案防空壕位于士林区平津街932号旁，坐落于平等段一小段361号，无建号登记，所有权人于108年11月15日向本局申请文化资产保存。本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规定，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本局后续于108年12月18日邀请文资委员召开相关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刊，现刊委员皆认定不具文化资产价值。委员意见摘要如下：本案防空壕推换为阳明山地区草山宾馆防卫设施之一环，推估兴建年代约1945至1950年代，因为国军30机枪之标准做法，作为防卫监视型碉堡，形制单纯，
钢筋混凝土为钢筋混凝土构造，现属私人所有，未有文献证明其正确年代，依水泥材质及表面质地判断，应不属于日治时期之物。其他补充资料，经委员详参108年12月18日专案小组会勘照片及本案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接着看到航照图、地级地形图及现况照片。价值评估报告基本资料，经委员详参附件。价值分析，本局108年12月18日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勘，经委员综合讨论，均认定士林区平等里内寮聚落日治时期防空壕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有关未来保存管理维护及登录范围之影响评估，倘不指定登录文化资产，后续依相关规定办理。拟办。提起同意，本案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本案提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来填审议单。一样哈，这个这个所谓的同意，就是不具有这个文字的身份啊，所以多一点的时候要跟上一张一样啊。好，谢谢。那本案出席委员17人，那17位同意，0位不同意，所以达到出席委员过半。本案决议同意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谢谢。下一案。决议案是关于太公财产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文字法第18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废止和登录废止审查及评估办法。办理情形：一、本案位于大安区桥洲街98巷口，坐落土地为大安区金华段4小段453-1-4-1号的农地土地，土地为分属6位所有私有人。那采访所有人为太安宫，本案采访所有人在109年5月18号向本局提送申请表。原因文资法第17、18条规定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在6月15号的时候，邀请5位文资委员召开本案的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勘，现勘委员皆认定本案采访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要专小组委员的意见摘要如下：一、泰安宫之牌坊兴建于民国71年为钢筋混凝土建的；二、位于私人土地及道路用地上，妨碍道路通行；三、形式无特色，不具历史、技术、科学之文化价值。其他补充资料包含6月15日的专案小组会刊照片以及本案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请委员详删附件。这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那这是航照图、现况照。本案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基本资料如前述。那价值分界部分，五位专案小组委员均认定，本案牌坊不具文化资产的保存价值。那在未来保存管理维护以及登录范围的影响评估，坊不指定登录文化资产后续相关规定办理。五办一，您请同意本案不指定土地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的建筑。二，本案请请跟审议会审查，并审查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我们今天有到场的是泰安宫的负责人啊，那杨先生你要表达吗？好，有没有哪一位代表发言好请？我是泰安宫创办学生创办人，为了那个牌楼的事情，虽然是没有到第一个那个资格。但是对我们这个大安区的这个指标性质很大。第一，泰安宫是我们大安区的正式成立的天神圣庙，所以它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还有这个虽然那个牌楼安全上。上次我是没有去在现场，有人在查的安全上，我没说他不敢。这个你希望都这个东西负责，我们决定他有什么出了意外什么事，我们泰安宫绝对负责。没有人外人可以来为泰安宫来负责，只有泰安宫一定会承担这个责任。希望说我们这个保留给他一个。给他一个泰安宫的那个指标性，那已经30-40年了，希望大家原谅这个，虽然是违章，还有这个有人跟我提出地主，我看，我相信地主我们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到地主有来抗议，而地主需要说我们付他的那租金啊，或者是那购买那个地，我们泰安宫都。愿意接受，就这样。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里长哈，今天里长有到，好，温美珠温里长来请。谢谢，感谢所有委员明智的一个抉择，我代表我们社区来提出一下意见。必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里方处啊，包括我本人哦，立马牌坊跟公方来做一个对应。我相信这一点公方也很清楚。就20年来，我本人和公方的相处非常融洽。我从来，如果是跟你们讲哈，我从来不主导这个公方的一个行政工作，我只是做协助哈。那泰丰也是在我当里长的时候，2013年，我协助申请到那个公的一个注册的，本来都不行哈。所以我对公很清楚哈，我也希望啊哈，这个不管是个文件，不管是安全的一个造成地方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突点，我希望这个宗教代表的这种祥和也是一种心灵上寄托的，不应该说。我相信公方也应该会想，这个宫也是让大家能够亲近，然后那有安全的设施，我想也是公方的一个责任。但是呢，这个建筑物从设置到现在，它在地方上就是个争议点，所以我就个人也认为，就说留住的这个可能性的存在性就不高，而且它的高度不高。我自己是个义消哈，我在2个月前为了救一个罹癌的4年的妇女，我的云梯车不能进来，卡在那里，所以。这是救人而已，那万一如果说是火警，我们的火就一秒一秒的上升在烧，很快，而且现在的楼都很高哈，那地
地主确实是有意见，而且他像还跟我讲说他当天也六月十五号也在现场，就说也质疑这个文化局的这个程序是不对的，那他也甚至也可以来跟公方来要求不当的命。那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说，我不希望这个排放的问题造成我们地方上公与协会也好，与办公室也好是一个冲突的，这真的是不是我所要的哦。我希望是一直像以前一样和谐，如果还是个违建，早早拆掉就没事，不会一直到现在，那不断澄清，不断去关注去补啊，弄到现在。其实我那天我也有跟那个公方的代表讲，我说我们应该让公啊，让这个庙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如何把法会庙会办得越大越好，不要拿一个牌坊然后当作是一个冲突点，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冲突，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很不明智。而且我们这个公啊跟那个建商即将合作嘛，哈，要改建一个新的很漂亮的一个楼啊。如果是可以的话，将来在楼中面前来盖一个牌楼，那也是很好啊。而且这个建商也会有给这个庙方有很多很多的补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啦。有很漂亮的楼房以后呢，有很漂亮的那个牌楼在这个宫的前面，这些好事吗？不应该在大马路上面。而且是影响了救灾救民的这样的通道，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那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请各位来填意见表。总共有十七位出席委员，那么出席委员当中有十七位同意，零位不同意，所以达到出席委员的过半数。本案决议同意不具有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好，以上，下一案。A 案五，按由历史建筑张建北街31-53号。当时局仓库在利用计划审查，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3条，古迹修复及再利用办法第39条办理。本府文化局在2005年12月30日公告绍兴北街31-53号梁石局仓库为历史建筑，
那地址为中正区绍兴北街31巷53号，建筑本体坐落于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30D号，建号为同小段的321建号。那位于历史建筑的活化及后续整体规划，保存范围为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26-1及130D号。那公告资料详参附件一，建物及土地登记资料详参附件二。绍兴北街31巷53号粮食局仓库，捐管单位为国立台湾文学馆。那未来规划为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北区分馆。那该馆目前是委托徐文荣建筑师事务所办理历史建筑修复再利用计划。那并且已经分别于2008年10月28日及2019年4月10日召开了公听会及说明会。那记录详参附件三。那本局在2019年6月5日有邀集了王慧君委员、张坤正委员、薛群等委员，召开审查会议。那审查会议的记录详参附件四。那本案续送本审议会审查。那修复再利用计划，委员可以看一下那个纸本，是桌上一本黑色的那一本。那这个保存范围。图是公告的保存范围，但它会立历史建筑的活化及后续整体规划，所以在历史建筑的保存范围，当初在公告上是载明，为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26-1及130D号，那建物本体是坐落在130D号。那本案提请那个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那接着请建筑师报告。好，请建筑师准备好了吗？好，来。研究对象建筑物的本体跟其基地的一个环境，目前的第一号的话分属两个不同的一个管理单位。这个线框的配置图是在我们最后一个使用单位台湾音乐馆时期的一个规划，红色的线框是历史建筑定夺的一个土地范围，就是我们130D号，隔着杭州北路的部分跟我们华山文创园区的红砖墙部分相望。目前的北侧跟南侧的部分都是我们新建到的北边预定地。那从交通的区位地图上来看，目前的位置是有利于连接步行距离约10分钟左右的启东街文学聚落，便于后续的文学馆规划整区的活动的一个串联的一个处置。我们先从那个土地的一个买卖的过程来了解这块土地。在判读了所有土地的台账资料后，我们整理了一个大概土地的买卖的一个过程。大正元年的时候，由宾果有吉像蒙甲的镇王市整流区的土地之后，于大正3年卖给了爱国富人会。昭和13年的时候，校舍跟土地捐赠了给台北市一所土地台，转移在台北市的一个名下。到昭和16年的时候，土地转移给施衍谦上的名下，就是时任民补局的总务科科长。这就是后来就台湾台北县呢会掌握土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哦。在我们战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就是最早是台北县农会的一个进驻，将空地租给台湾省粮食局的一个台北事务所做后续的一个建筑基地。在承租空地之前，在民国37年的时候，农会曾经将绍兴北街57号的木作建筑租给了一个粮食局台北事务所作为办公室储藏使用。但当时的时候发生，因为管理不慎发生了大火，我们推测当时烧毁的就是女学校的一个原校舍的建筑的部分。在43年跟47年的时候，两期的分期就陆续的一个完成的部分。那民国88年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废除使用，然后后续就是由我们的音乐馆做一个进驻的一个使用。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土地买卖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去大概了解一下爱国富人会这个部分。因为粮食局仓库是战后的一个新建，初期的新建，但空间的场域在日治时期是爱国高等基因学校的一个校址，那它的创办单位是爱国富人会。爱国富人会是一直以来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国策服务，他们组织妇女，然后举行一连串的演讲，就是作为一系列的后方共同的一个活动。然后上半女学创立爱国富人高等基因学校，就是其中一个重点的一个社会事业。
那我们现在的地址的部分是华山第28分地，是女学校的第三个一个迁移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女学校的严格，就是它38年是受寒厂，然后它主要就是推广养蚕的事业。我们这个土地嘛，本来也是要做桑园的一个使用，后来大正5年的时候，就是废止两百千的产，才做了一个所谓女子学校的一个校舍的一个地址。战后的时候，1937年受到1937年受到战事的扩大的影响，废除了在昭和13年绝育废校，然后将所有的军需。小有办学的那个经费集中在军区上面，把校舍跟土地捐赠了给台北市一所这样子。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男子女仓库新建在战后的一个初期，却有日式建筑的一个视觉元素。我们认为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有两点：第一个是在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度过了半个世纪，不少台湾籍的建筑从业人员跟匠师哦，在日式时期曾经参与过一件工程，所以在这时期的作品会有一个日式形制的一个流传。第二就是说，在战后其实台湾人是属于战后的一个复原时期，建筑材料跟资源普遍比较缺乏，所以除了直接接受日人遗留下的建筑物继续使用之外，可能利用旧建筑拆解下的大木做养护之后再组装来建，降低我们的营建那个成本跟材料取得不易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这个土地，OK。然后这个在做我们建筑价值的一个部分，目前就是南北两栋是面宽相同，然后它的屋顶造型是入木屋造的部分，其便于通风的一个考量。那屋价目前的状况的话，就是一个八组的真数小屋组的一个屋价的部分，它跨度的部分是12.8米，然后每一组的屋价是3.6公尺。目前的构材的话是块木，它块木。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它是在组合在利用的证据，是因为现场在母屋的。现场在那个屋顶的行架发现合掌上面无用的一个凹损，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构件的一个续接的一个证据。还有就是我们构件跟损接的材料有不符的一个状态。然后在现场的那个材料上面有发现我们的那个林产管理局的一个原木放行的一个钢印。在文资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评估，那我们分为两点，一个是历史价值跟建筑价值的部分。历史价值就是有3点，第一个是女学校原来的旧址，然后它见证了粮食局的一个政权的一个转移的部分。建筑的部分除了建筑本身具有建筑价值之外，就是在利用时候的一个见证了自治时期的一个营建的体系这样子。在结构修复建立的时候，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结构。结构目前就是2层砖、2层那个红砖造的一个部分。在我们宣图的部分是结构目前是比较有那个发生破坏的那个状况，所以之后补墙，我们建议说墙面补墙之后再来重新检讨柱子的刚度，重新做一个分配这样子。屋架的部分的话，就是像报告书上有这两点的一个建议。修复建议的话，就是有原则上是有一个点，第一个是照原貌的修复，第二个是结构的部分是后续的部分做一个结构的加强，然后原有材料的话，应该就材料的部分做强度的检测，可以一样去沿用。在户外的部分的话，我们保留就是一些飞机道、叶子部分，其他部分就是硬设计来做一个处理。在试营线的阶段，原有空间做办公厅跟仓库的一个使用，我们在利用的空间作为办公厅跟展示空间的使用，所以在它的那个空间形式的模具的话，其实是非常相契合的，并没有复杂的隔间可以作为后续再利用的一个，非常适合作为后续再利用的一个空间的规划。再利用的一个建议方案5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台北馆的定位，第二个就是新建空间视觉品，这是后续的那个整理部分的一个处理。刚刚我提到就是130跟126之一号的部分的话，都属于两个不同管理，但是我们建议是120、126之一号并一起规划使用。这是之后的一个保存范围的一个我们做的一个平面设计的一个想法这样子。这是刚刚提到126之一号，我们建议保留之后作为一个户外空间的一个延伸。保存区的话，例就是说，目前保存是130跟121，如果有需要扩大的话，就是说附近的部分的话，那就是视觉形式的一个考量。在历史建筑公告修订的部分的话，对东方那种是属于两层主仓库，我们现在建议的那种是属于办公厅舍跟仓库使用。然后新建的时间，原公告有是48年，那目前的话，这道是分两期，已经是43年跟47年完成这样子。总共的修复经费的预算的话，总共经费是4300万，那目前直接经费的话是3700万左右。后续的时程的话，预计这个案子是今年的7月会结案，预计8个月的工作时间做规划设计，在114年4月的时候进行一个
施工跟建造的部分，预计是111年7月来做一个启用。以上报告完毕，谢谢。好，谢谢。那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请各位。做这个计划相当有一点费钱的哈，我们也看到后面两地地区的蓝图的考核，但是在上次审查中，在九十年、九七年、九十二年，文化。